我连跳过去要不要？敢吗？我都中间完全不停，就是一直走，一直跳，一直走，一直跳。喂喂喂！跳过来了！喂！我要秒杀小啦！但这个其实很难玩哎，他那个判定很奇怪、啊。这个没有 KZ 的那种感觉。咦？喂，阿干，超级掰嘞！这个有记录点吗？干还没有 ，N 作弊。哎，你有记录点，怎么可能玩得了啦、啊？跳到钢管那我就暴击了，以后你不用暴击，我今天全破。这个要 long jump， 身法要练啊，你们都没有在练。如果只能用走的话，就是旋转跳，干靠背啊！不是，因为他这个玩起来怪怪的、喔，这玩起来他这走路的感觉玩起来根本不像 CS。哇，旋转跳，啊 ，so easy 啊！这如果过了高墙平台，随便你爬了，真的吗？耶！看这转角差点掉下去。路在哪？超难，超难，超难！嘿，走哪？干旋转跳！嘿，哎呦，平常要练身法的、啊。耶耶耶耶耶！喂，差点掉下去！干跳这一个，好干有喽，难度拉起来喽，怪怪的，干跳那个呢 ？Long jump。唉，你又不懂。哦，应该没有陷阱吧？干手好湿哦，上面有东西卡卡的。对啊，他这个地图都没有做得很好，跟那个 Only Up 有点像，就都会有一些小物件在那边拖卡的。干你娘几百！这个要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要先蹲再跳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又教你们哦，货柜，谁对货柜有阴影？这其实比较难哎，第一人称的 ，long jump， 跳超远，哦，我超快，超快，速通，速通，速通！哎、欸，什么叫滑滑的啦？又怎么了啦？感觉前面捷径哎、欸，走捷径啊！我连跳过去要不要？敢吗？我都中间完全不停，就是一直走，一直跳，一直走，一直跳。过了，你们送我五份订阅，我就连跳。再次。喂，干！喂，算了，倒没说。
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这个我连跳，这个我连跳，这个我连跳，我会啦。干你啊！这是谁设计的啦？不给连跳，他妈的怎么秀啦？不行啊，这个不能连跳，又没有很难，那还在叫什么？这椅子是怎样？干，好卡哦！我靠，这椅子好小。101 Be awesome. So what? 我屌。干，输棍。想骗我，妈的！咦、没跳过抽一箱，哎、这里有这个哎、干完了。不会跳，还在急什么啦？这有很难吗？几个小箱子而已。过了啊？有需要一分钟吗？还你嘛？奇怪、欸。那干？又作弊。可以跳到刀上面吗？应该是可以吧，我在想。干！怎么会斜斜的啦？哎呀！哎呀！哦！啊！这个验证了我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这边是比较高的、啊，然后这边比较低啊，哦、我这边比较低啊，所以我不能这样跳，我要这样跳 ，OK？ 验证我的想法的时间。吃饭嘞，累了，谁再叫我跳这个，我就哭给你看。人家的手好痛哦。